开始啊。哎呀，这地方我感觉是99%的暴网啊，这地方。我往哪去？我感觉99%的暴网。三网半筐啊！我操！筐大的忒大，这筐装满了60斤。啊？你都打那水管上也少不了。底下还能呗？水花晌头这都得更多。鲁哥，你上哪儿整一网去？水花晌头。这厂子这啊，那都满了，都打水花金厂子这儿满了。别扔了，啊！你打水花，让独哥打底下刃，别腿捞瞎了，要是冲太远。鲁哥干呢？开始，干呢？好啊，好啊，打的有点落上。落长了？有点落上，那还少不了啊。土轮都看着鱼了，啊！别腿捞瞎了啊！忒多怀了，他俩人多了，忒多，我汁儿也不少啊，汁儿也不少啊，打的有点落上，落瞎似的。我靠了，可了得了，他这小碗的啊，钓都3米3的，油灯黑烟丝啊！我操！哎呀哥！不是打色的满了都了啊！3网打半筐，我操！哎呀，哎呀，日草黄打这么多！哎呀，看看，喝了出打色的，真是3网半筐！哎呀呵，跟我这网吃啥了？出打色的，打的是捞长了吧？这事儿忒大了，事儿忒大了啊！3网半筐啊！咱这全程的啊，没剪辑，老铁们啊，油灯频，原丝钓都3米3，半只网眼儿，这是最打好的。油灯频，原丝钓都4米，小黄车同款啊 ，V 叉底缸加粗打里马线，漂浮手绳，链条也是焊接无缝的啊，无缝链条。这底下这刚才拉了一把，刚才拉了。好家伙，哪了这个呀？好家伙，哎，哈哈，出大事了啊！真的棒，坏了，急眼了，连整个多的去吧，场地还不急眼。我的急眼呢？绝对得急眼，必须得急眼。那捅撩呢？这东西，你手里低了，这干啥？这下费劲了。手机端好了啊，别等着一激动了，都白搭了。好，手机在这边。有出大事儿啊！哎，怎么办？水先砍住了。哎，不多，不多呀，不是很多呀，但是也不少啊！我操，我都往里儿呢，我的呀！喂，不中了啊！鼻子长射，含着大头啊！鼻子长射啊！不中了啊！底下要薄了。哎，网都要撑破牙了！哎呀，老天呐，这桃花看看，钓到4米啊，油灯皮恩斯，快上来再老铁们看看。老铁们看看啊，一块石头没有，全是鱼吧。全是桃花，马口欢喜链，红刺儿，油灯皮恩斯，钓到4米，半只网眼啊，最大号，小黄车同款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回放6+7了。
飞上六加七了。看这家这么多啊，你看这桃花多大个啊，家伙，我这咋还往那个横管的啊，吃退费了啊，来家伙吧，吃啊吃啊，来家伙。